家好，我是詹佩君。大部分的 COVID-19 儿童感染者症状较成年人轻微，在熟悉的环境进行居家照护，可获得更好的休息，有助恢复健康。居家照护中的儿童，如果退烧后无明显不适，且活动力与饮食正常，就可持续在家中休养。如果儿童出现警示症状，请视讯看诊寻求医师协助。活动力不佳、嗜睡，请联系119，紧急时可由家长接送前往医院。特别提醒，照顾者和居家照护中的儿童都要避免与其他同住家人接触。疫情非常时期，持续落实防疫，守护彼此健康。我在股市打拼20多年，我靠的不是面子，我靠的是专业。黑马波段精选标股，我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你的新人生，股市万德福。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7号的股市 Wonderful。有的人说，老师啊，什么叫 Wonderful？ 我都听不懂。啊，英语你也不要讲标准者，我应外系的呢。下面说是应外系，就应用外语啊。阿德以前念应用外语，啊，老师啊，你应用外语啊来做分析书哦，哎呀，可怜哈。你们听了讲，哎呦，老师那可怜啊，你那读个应用外语的，那么人那种总经的啦、会计啦，你也考得掉哦。哦，好。开玩笑哈，好来，不讲这个了哈。其实阿德想要跟各位讲哈，今天是恭喜各位啦，真的很恭喜啊！不，阿德恭维没他大声啊，恭喜恭喜恭喜！如果老师贵你哦，不是啦，你赚钱的机会又来了啦。老师你们别讲啦，今天跌200多点，你哪讲赚钱的机会又来啊？哎，真的呢，你看。指数在这里 是不是赚钱的机会？你说是不是？因为老师今天求你讲的呀、探路孕妇病怀川离，这离空线啊，这假卖跳空而来，这一定会测这里啊，不是机会吗？阿德以前安怎打你讲诶？那我昨天怎么跟你讲的？我来讲，今摆咧扣底扣底这里啊，接下来是咪伫接啊？啊，海落就对哦。我说中秋节以后就往上啦、啊，我变冇。所以我说恭喜各位，这名单会溜落啊！阿你今摆唔买，因为老师啊，他们都在跌，连那个小型股就在跌啊，今天不就涨了？那昨天为什么会跌？我不是跟你讲过啊。如果昨天卖股票，前天卖股票，星期一、星期二卖股票，那今天就有钱啦、为什么要星期一、星期二要卖中小型股？因为都是那一只股啊。那一只股品种比较多啊，是不是？啊，卖公品种啦，利息比较多，好不好？要有廉价嘛，对不对？好，啊，就说我跟大家讲。今天是不是有股票涨停板？什么股票涨停板啊？不是电动车，不能实现啊！所以我们就来讲，恭喜赚钱的机会又来了。现在大家都在怕嘛，你拢在惊。好，来再一次，你们都在怕，可是我要恭喜各位赚钱的机会又来了。你如果刚才没有听清楚，阿德再讲一次，来。这是用扣底的观念，对不对？对嘛，所以爱撸落来嘛，爱撸落嘛。因为现在扣底这个，你也看扣底这样是有缺口不？老师今天呢？这今天有缺口呢。好，如果这里把它赶到一万三千多附近嘛，14000附近，差多少？差一天嘛，差不多一天嘛，你俩
你若喊较凶的，一天而已，对吧？不就要上去了？海螺爱是不是要去你啊？那扣最低啦，就要往上去啦，就要上去啦。所以说我就跟你说啦，中秋节以后你一定要买啦，一定要买啦。有的人说啊，美元太强了啦，二十年最大哦，美元变大，多大多大啊？我是不是跟你说啊，如果它很大，那台湾就很扁嘛，人民币也很扁嘛，新台币也很扁嘛，就很扁的嘛，现在连澳币也扁嘛，对吧？所以澳洲央行下升息两码，为什么也要呢？韩国也这样呢，啊，印度也啊，印尼也这样呢，对吧？啊，中国大陆也这样呢，那未来台湾会不会这样？啊，好啦，让你美元一直涨，一直涨，涨到200好不好？涨到500，用老师你们的口别讲啦。哎，读总经的人嘛，真无可能，嘿，对哇、啊，对哇、啊。所以说，无可能讲单一货币一直去，别个货币拢一直贬，对哇、啊，无可能嘛。啊，全世界拢干那你一个国家在咧去，你的美元咧去，全世界的币值拢袂使去，够可能无可能嘛。所以我就跟你讲，最坏的机会表现伫只好你看嘛。所以机会来啊，我就恭喜各位，你赚钱的机会又来了。所以啊，爱探啥？爱探知道，现在明天最后一天，现在也是收盘了。明天最后一天，你不买没机会的，我不会打你骗。你不买没机会，你回答自己三个问题，对吧？你昨天来，好来了，我问各位，你昨天来拿阿德股票的人有没有赚到涨停板？这较重要啊！我讲的足大声啊，阿德你之前拢讲的无遮大声，为什么？哎，拢无涨停板啊！啊，涨停板袂使讲到大声哦。对吧？全台湾呢，刚刚有人像我呢，啊有就跟你讲，有无就跟你讲无。啊，我涨停板袂使讲啊大声，好、哦，会杀你来回答自己三个问题。今天你要拿股票的人，你再自己默念一下，国安基金为何突然进场？因为他要看到什么？美元要升息，对吧？所以他知道要护着，因为他考量的是啥？他考量的是啥？台湾的经济面、总体面、什么面、什么面，我不要啦。我在读英国的，我不是读那个总经的呀、啊。啊，另外老师，啊，你分析师那可以的哦，我蒙到的，可不可以？好啦，所以国安基金为何突然进场？因为他看到什么嘛？那主委昨天为什么突然讲成交量？啊，今天的成交量还是很低呀、啊。啊，你讲好好，他是要提醒各位嘛。所以如果你国安基金突然进场，他一定要有所作为，对不对？对不对？对嘛，好来，再一次，为什么会起千多点？国安基金突然进场嘛，啊，起你，啊，又趴下来，国安基金要不要再用力一次？哦，所以国安基金为何突然进场？你大家问第一个问题，主委为何突然讲成交量？就是说叫你哦，别怕啦，你别怕啦，你怕，一直怕，一直怕，你在怕啥？再来执政党要不要选票？在一月啊，啊，怎么几月？九月啊，老师，我等到十月底再来买，我、哦、来可以啊。所以你自己先问三个问题，自己先回答自己三个问题。你回答了以后，我就来讲，你不要想太多啦。好啊，他的分析什么叫总经啊，讲一大堆，讲一大堆，要怎啊？你不要想太多，不要做太多功课。为什么？来。我星期一我送你的股票是不是这个？对不对？有事先给你看吗？有吧？有啦吼，那有就说有，啊，那没就说没，对吧？有就讲有，啊，没有就讲没有，啊，我们不要吹牛好不好？好不好？它长怎么样我给你看，如果你拿到的不是这一只，阿德下台一鞠躬，哦、老师，这也无强啊，咪涨停板啊！你在讲啥啊？对吼、哦，是几月代志？它月 K 线长这样，它是不是13个月的大底？阿德有没有打你骗吗？有哦，无吧？哦，那次是咪偷偷在吃货？对不对？我都讲给你听嘛，是不是这一次星期一的事情嘛？它8月的营收成长多少？哈，老师，你有写唔对无咧？71%。累积一次8月成长多少？34%。它车联网成长的动能强不强？很强，
想讲的阿德讲的，没啦，不是我讲的啦，公司讲的啦，所以他筹码很集中。啊，我有合理无？有啦吼，有啦吼，人人买得起啦，对啊唔对？人人买得起啦，对啊唔对？对吧？你讲老师，我有能力呢，安尼你也使做主力，真的人人买得起。如果你有两亿，这支股票赶快把它买起来。比你在做生意较啦，哎，十三个月的大底呢？啊，这底价，这是偌济？啊，这是偌济？啊，这是十三个月。嘿，月线呢？哦，李宏老师啊，我买哦，凊彩月我拢一两亿，安尼你记得打买起来。你打买起来，你真正打买起来，你有钱他打买起来，自己打买起来，自己打买起来。所以说我给你的你不要等哦，我说哇老师啊喷上去的啦，喷上去的啦啊，你当时你有没有告诉我一定怎样，我说我不能跟你说一定怎样会出事情，我只告诉你趋势而已吧，我只告诉你趋势啦。所以说我们买股票很简单啦，我说老师啊你刚才也要说那个星期一的啊过去咧，好来过去一支很多人在说的啦，但是没人比阿德较早讲，我八月二十二号就讲啊啦，对不对？啊，我有讲过无？如果三只涨停板，我得公开嘛。啊，现在两只多而已吧，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啊，人看上尾一间，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它是不是长这样？这今天是不是续涨？是不是两支啊？是不是两支啊？啊，那三支涨停板呢？我就打开给你看，看全中华民国这支股票上先讲的，对吧？哦，老师啊，自驾才厉害，真正你讲，我跟你讲，大腰股的准备喷的，所以我是不是跟你讲自驾？我有没有跟你讲自驾？有啦哈，我有跟你讲自驾，要不要看一遍无？买啦，你看二十张啊，看二十几张，你也记袂起来。其实我来讲啦，我嘛来记袂起来。迄股票吼，迄若一坐来吼，你记都记袂起来啦，我袂骗你啦。真的，你就记不起来啦。我随便拿几张给各位看，你敢记得起来？你可以记起来吗？你绝对记袂起来啦。我袂来你骗啦，你绝对记袂起来啦。真的啦，你绝对记不起来的啦。好了，好了，卖个看啦，个看浪费时间。我也带你讲强代志啦。为什么阿德要给你看这个？其实你有没有说，我给你讲说叫做趋势？我说，因为特斯拉他也要做自驾啊。啊，什么叫自驾？自动辅助驾驶啦，未使代志走啦，我未带你骗啦。你唔能真正买到特斯拉的自驾车，你等哪伊就伫高速公路等搭车了，等下困去安尼呢？未使，真正未使。因为现在更加厉害，你去查看看更加厉害，它的角度大概是几度？超八十度而已嘛，它到一百八十度，把你笑了，到一百八十度，你说老师会杀你，我如果装六粒就可以，前镜头我如果装六粒，我侧边的装十六粒，哦，我还都全来说全银的，我说老师啊，你这样说得太寒了啦，一台车要卖多少，对吧？以前的迄种所谓环境的哦，当咧贵的时阵啊吼，一组爱偌济，一组爱偌济，十几万美金呢。哈，老师，啊，即卖当咧俗的时阵，超一万块美金，啊，差偌济，哦，差十外倍。所以讲，自驾是未来所有电动车要做的啊。所以讲，你要赚无，紧赚，唔茫当啊，讲啊，老师啊，喷气啊呢，喷气才咧讲。啊，捧起你啊，想要堆尾虎啊啦，真的啦，我不骗你啦。我常常跟各位讲说，我们在做股票，阿德合理你都爱提，真的啦，阿德给你来，我们来看这个上个礼拜九月二号星期五，对吧？所有的人都不敢公开，只有阿德公开给你看，叫做戏码，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看戏码它表现的怎么样，对吧？啊，上个礼拜五，哎。到今天星期三，也只有三个交易日而已呢。来，你看，这叫做戏码，对吧？那我给你的时候，你买得到买不到？买得到啦，因为阿德有带你们哦，八鹏程是不是买八次以上？其实正确答案是十二次啊。
对吧？啊，我硬要送你，是不是合理？对吧？合理，搁哪里公开？搁哪里公开？有个人说，老师啊，你看啊，啊，你什么自欺啊？啊，专设什么半自动厂？伊设置的是台中的款哦。连刚刚去来看者，我来参观看嘛。哦，他争取更多的什么 ADAS 订单？半自动厂啊，迄人咧讲的就是讲吼，迄员工足少的，哎，足大的，产量足大的，亮灯涨停。哎呦，老师啊，你哪会啊这厉害？真的啦，你一张啦差六万块就好啦，十张差六万，二十张差十二万。你大家来算看卖，你来算看卖，你来算看卖，看阿德合理的三个交易日尔，你若卖三十张，剩十八万。啊，我事先跟你讲无，有无？有也无？有没有？哦，俗无？我跟你讲无，来个讲一遍。我说他是不是筹码比彭城更少？我跟你骗无？咱来看啊，咱来看啊。咱来看彭城的筹码偌济，八二五，彭城9.11亿，哦，来看卖3511，是嘛7.9亿，阿德有带你骗无？无吧，所以讲你摕阿德的股票，就是想要赚钱的呀，对吧？安尼有轻松无？所以讲，我跟各位讲说，我给你的股票，我先给你看。今天讲话为什么那么大声？因为今天我的股票足强。昨天给你的，九月六号给你的，我有没有问你？来来来，跟讲给，跟讲，你不要想太多，你也不要听别人讲太多。我问你，自己回答自己三个问题：国安基金为何突然进场？朱伟为何突然讲说成交量？叫你卖惊啦，卖惊，因为你拢惊无成交量嘛，对不？十一月要不要选票？你自己回答自己，我是不是在家？我是不是在家？我是不是在家？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我昨个跟你讲啥？丙种今天卖，连续价钱，价连续连价之前，他会收资金嘛？收缩资金嘛？所以在跌，跌就是你的机会，是不是赚钱的机会又来了？我来跟你讲嘛，我昨天有没有这样跟你讲？有还是没有？那没有你就跟我讲没有。你去官网看看看我有没有这样讲丙种资金？今仔你所有的连线的老师拢在打你讲连线的老师拢在打你讲丙种资金，伊那无爱涨打你讲涨停板，涨停板，我就直接证明给你看了，买真的假的？电动车是主流，不用猜，不用怀疑，对不对？对不对？自己看对不对？赚钱难不难？不难啦、啊，买对就好了啦。董老师啊，我要买生技股，生牛蛙哥的生技股，生技股大家都嘛在讲骗呢。啊，无咧耗电，迄个董事长哪会讲骗呢？你拢在讲骗呢啊？大家拢在些要证的鬼啊？对吧？要证鬼啊？你的要证鬼，你搁提来搁定申请啊？一定鬼啊？那就讲。啊！咧查股票呢啊！哎，逐季拢啊了解稀咧咧，逐季拢了解稀咧咧，迄会使做股王。啊，逐天拢跳空拢无共机，恁拢有。啊，我讲哈，迄拢无差啦。我来讲来，今仔我要互大家特别个啦，因为时间啊，剩无济啊啦。我刚才带你问一句话啦，你袂暗啦。侬老师啊，这基金知影啥物啊？你搁咧讲？公车要怎啊？哈！我只问各位一件事情呐、啊，今仔日我把它打开了，好不好？他们有涨停，我可以打开吧？因为我要问你一件事情，这个是不是叫太茂？我是不是送给你的？今年我已经看过了哈，你叫太茂，我念的，我来各位，伊是不是二十分钟盘？你要买100张150万？我是不是给你试吃的时候它长这样，对吧？好了，那么一个亏啊啦，我就问问各位一件事，它会不会涨100%？会不会？会不会？
会不会啦？立马答应一下，会就说会，不会就说不会。我来讲，你要回答会，因为我要送你。如果你回答太冒，会的送啊啦，会的送啊啦。啊，你这么要对无？因为老师啊，讲那你叫那七十几趴，你要叫我对吗？没有啦，我是叫你回答会不会涨100%啊，就送啊啦。最标的超级跑车股，我们送你哦，我要送你哦。今麦瑞贝内资回来第一档标股，恭喜你！你都要看到阿德的节目，搭上电动车，好像都从低档一直往上喷，对不对？你要注意，为五月也好，六月也好，七月也好，八月也好，五月吃歹，四月吃歹，六月吃歹，七月吃歹，八月吃歹，拢互你讲啊足歹。你做电动车敢有输？我就问你一句就好啊。所以我们再来讲，你唔能想伤济，你就想太多了。你今天只要拿到阿德的股票，回答一句话：泰茂会不会涨100%？我就送啊！有送冇？我就送啊啦！我就送你一支啊！那次回来买第一档标股，就是这赚到像泰茂一样，你啊，像人咧讲个算钱算到手抽筋咧，就像这种个啦，一支啊！你若卖，我先进广告。等下我搁带你讲，好不好？好啦吼，爱提哦。啊，你无提，那像太妈安尼起起，大家都无话讲啊哦。你唔通讲，哎，老师啊，你像迄落3511的迄落，啊，无当讲保证的涨停板，我未使保证，我可能会使带你讲一寡会当讲的话，好不好？想轻松赚就来拿进广告。全球的情势正在大转变，你准备好了吗？小资翻转188专案，帮您翻转您的人生，您的财富。翻转专线02-8511-3366，02-8511-3366。道路是辛苦的，静心思考，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鼎业投顾全心照顾，02-8511-3366。我不要得肠病毒，玩具没有消毒可能会传染肠病毒哦。我不要得肠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换衣服才能抱我啦，不然可能会传染肠病毒给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肠病毒，老师说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勤洗手，脏卫生，肠病毒远离我。我在股市打拼20多年，我靠的不是面子，我靠的是专业。黑马波段精选标股，我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你的新人生，股市万德福。欢迎回到现场，你无提，这最后一个机会，你一定要提。因为所有的老师都跟你说涨停盘的，不是阿德，不是跟你说这种的。来再说一遍，这星期一上的，对吧？星期一上的，你说老师啊，这我如果买起来我可以做主力呢，会真的呢？你也看这支股票，它连营收40几%呢，
累计营收30几%呢，啊，佮趁钱佮俗，位置佮低，头先我互你看过啊嘛吼。所以讲，我就讲我介绍的股票，你也想看卖，是不是涨停板？佮大力介绍，唔是呀、啊？你像四马嘛，同款啦。我敢听啊，涨停板才大力讲，四马我的没有吧？我唔是听啊，涨停板才来介绍的呢。啊，这安尼有好谈无？啊，像泰茂安尼有好谈无？有的人上半年赚3块，我现在股价400多块啦。啊，我现在来介绍泰茂的时候，我介绍的时候是20块啦。啊，现在上半年他赚了3块多啦，好啦，弄下半年啦，他的电池新产品拢卖卖好不？拢卖卖好不？拢卖卖好，30几块呢。啊，介趟赶快400几块，我付你的时候20块，啊，你唔买？哦。所以讲，我们再来讲，不要想太多，因为你就是想太多了。所以我们再来讲，你自己是在想看嘛，现在是不是一个好机会？进前的拢卖讲，哎，过去的拢卖讲。李宏老师啊，太茂，你已经赚70几%，才咧讲。啊，我卖讲嘿，我就卖来讲一句，记得要回答，太茂会不会涨100%？啊，若答会就送。我送吗？送，来，轻松赚就来拿，祝各位操作顺利，爱给你贴哦。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